收听 B B 景四音都一样啦。对啊。也一样。B B B 景四音一样，还有显示器也是一样。只是唯一不一样的是，就是那个地下道的部分。地下道。但是别人还没有，但台北已经有。那台北有地下道吗？对啊。有啊。文福建呐，文福建有在地下。哦。文福建还没有。文福建当然有啊。有没有坐过高雄捷运啊？各旅客你好，本列车终点站是台中站，我要继续北上各站的旅客，请你在台中站换车，谢谢。没问题啊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坐过普悠玛啊？普悠玛啊，我没有坐过。下次来台北体验一下。有，可是不用忙话很难订呢。你们要记得在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前的话去抢票。你们中部是那个什么？坐到台北再换车，车比较快。不用忙，目前有136、27、282，还有那个什么280、283等。你们住南部？还有288。你们是住丰原吗？台中。刚好台中站。台中站，我也要下车了。我们坐过很多次不用码，人票要价了，我都觉得不用码，不用码速度快，对票很难买哦，但是那种秒杀的，对啊，因为不用码太抢走了啦，大家抢得到。我告诉你哦，速度太快，大家抢不到。我告诉你啊，莒光号都是跑海线哦，没有跑山线，主要是1至2次都是跑山线，1至2次，还有666啦，666也三线的。666，我知道，这三班都是跑山线，而其他莒光号是海线的。像你们。又更懂，对啊，对啊，主要是一般是自强号都是跑三线，所以1至5之外，其他都是三线，对，一二也是，1、2跟1至5，对，真棒，是啊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对啊，谢谢，感谢，感恩你们，不会，不会，下次有机会来台北找我们吧，好，谢谢，感恩，因为你们是台中人啊，你们台中人，有机会的话就是，对啊，不然这样子就是订阅我们单人的，订阅我们单人的频道，以表示支持，对吧？你们还是学生吗？对，我们还是学生，对，我们还是一个大一，两个高二，他们两个高二，我现在大学，我现在大一，在台北读吗？我在桃园读，哦，桃园，我在美嘉住土城，哦，我在泰山区读的，我在三重。哦，真的。然后他们两个住新庄，我住土城。太棒了，谢谢。我也不跟你们认识，我也不跟你们结缘。要不要？你有没有在用 LINE？ 台中快到了，哎，台中快到了。你们要搭北上的话，请搭下一班。哦，真的哦。对。对。哦，谢谢。不会。感恩你哦。不会。感恩。下车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在用 LINE？哎，没有哦，谢谢你。你是带麦克吗？哎，对，带我孙子。